你们吃过了吗？全家与世界面包冠军陈耀顺主厨最新联名，将陈耀顺面包店内畅销饼虎克鱼创新入甜点推出三款泰式经典口味的面包和甜点。第一个炸弹奶丝面包，入口即化的奶丝馅，采用 Rupak 世界冠军奶油制作，搭配松软奶丝的外皮，这款超级好吃。第二个乳干棉茶墨西哥面包，乳干棉茶粉调配的馅料，搭配奶油墨西哥酱，吃起来充满手炒的香气，满满的复古情怀。第三个面茶花生双馅饼干三明治，奶油饼干加入先浇打花生奶油霜，再搭配面茶馅，完美呈现陈耀顺主厨最擅长的经典与创新，咸香停不了口，真的很好吃。全系列以少添加为诉求，最近我的女儿非常爱吃面包，所以我可以安心的购买。采用到 Rupak 奶油，我超爱这款奶油，难怪面包香气这么高级。面粉也是日本熊本紫粉的小麦粉的香气，甜味呈现的很棒，难怪有熊本熊的味道。在便利商店可以吃这么顶级的面包，还不用去排队，真是太赞了。你住在台湾的话，家里附近一定有两三间全家嘛，早上、午餐、晚餐、饭后甜点都很适合吃这次的新品哟。